不行了，朋友们。哎呀，我去，冲不上去了。哎呀呀呀呀呀呀！我天，我操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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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上不去了，这个坡上不去了。哎呀呀呀呀呀！我今天要尬在这儿了吗？再溜我就掉悬崖里了。哇，汗都出来了。金杯，加油！金杯，加油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我上来了。不行，休息一下吧，休息一下吧。让车也凉一凉，我估计现在发动机都快糊了。这是刚才那个村子，哇，这地方非常美啊，绝对的世外桃源啊。哇，这村子好美啊，绝对的世外桃源啊。看看下面种着青稞，一个一个小白房子，漫山的桃花。我的大金杯，你太棒了。裤子脱一下，哎，不脱了，就这样。太热了，秋裤都湿了，我这现在还穿着羽绒裤呢，现在的温度20多度，懒得脱，就这么穿着吧，晾一晾。休息了30分钟，继续出发吧。来，好上车。哎呀，我的天！孕妇请上车。走。哎呀，哎呀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是有一个203省道的一个路标，203777，哎，切切切，本来我这想下去打个卡呢，哎，不行，这坡上这个停不住，必须得踩刹车，手刹勒起来了都不好使，继续走吧。现在这个路段不是这种碎石了，改成那个土地了，啊，大多都是土，还算比较平整吧。景色是很漂亮，不过怎么感觉有点阴天了，可别下雨啊。One day we will put it all behind. We'll say
了五个小时了，五个小时走了50公里，然后又到了一个超级难走的路段了。五个小时50公里啊，现在还有30公里到查瓦龙。对面又来车了，等一下吧，这边稍微宽一点。好，够宽，继续。我现在离查瓦龙还有22公里，来到了一片，这叫什么呀？林区吧。这路也是相当差啊，相当差。这条路有很多的车，你看又一辆，又来一辆，基本都是越野车，最次也得 SUV 那种。哎呀，又会车了，我现在已经往后倒让一让吧。这个路全是大泥巴啊，我的天哪，终于死，拜拜。错开了错开了，哇，我到了得有300多米。哎呀，啊，不要来车了，千万不要再来车了，刚才在这儿托底了，这大深沟全都是泥，两驱车确实不好走啊。啊，又来一辆，哇，这边车好多呀，一个接一个，这道太泥了。说实话，我现在都被我的金杯感动了，我真没想到他这个能力这么强啊！哇，这路还居然还能带我再走。哇，真的很感谢他，很佩服他，全是泥，哇，完了完了完了！前方直行500米。哎呀，上来了上来了！这边最复杂的不是怕扎胎了，是怕陷泥里头，怕打滑。看这山上全是原始森林呀、啊。啊，全是那个大木头，估计是这叫什么雷击木啊，被雷击倒的木头大树。哎，你看前面又来车了，仙人掌林、大流沙、V 字峡谷、老虎嘴。左转。这是一家汽修的店啊，修车的店。我靠，北京的牌子。这边是去贾英村的，然后这边去查瓦龙，这都是我们北京的呀，一个车队啊。休息一下，来这边看一看。下雨了，现在贾英路段禁止通行公告，什么弯道多，多处塌方，雨雪较多，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。该地区属于什么高海拔无信号区，目前旅游景区未开发状态，一旦遇险救援难度大。请出于自身、社会、家庭什么负责态度，禁止进入区域啊，该区域。如果强制进入的话啊，出现任何问题，后果自负。啊，这边还有一个公告，距离贾英村还有32公里，2小时的车程，全程全是这个弯曲的路段，路况非常差，无信号。啊，下雨了，下雨了，祥姐看见了吗？你还徒步吗？啊，告诉你没有信号啊，到处都是补胎啊、救援的这个电话啊、联系方式。啊，我刚开始在路上的时候，我还想今天去贾英村呢，但是啊，这一路下来之后，我发现真的去不了，去不了。就是咱们这个车实在是进不去，你知道吗？进去就是找死去，或者是说找麻烦去。哎，我不想找麻烦，我还是下山吧。
下山下山，不用考虑了。这个山上风也大，看了吗？风也大，雨也大，现在就已经下雨了。道路还非常泥泞的，哎，这边倒挺干的啊。山那边湿的，山这边是干的。看看这地图，曲里拐弯的，还有好远的，还有15公里。这又来一辆车，哎，又来一辆，这什么路啊，朋友们？见过这样的路吗？啊，像个蚯蚓似的。不行了，朋友们，我得找点吃的。先走边吃吧。我的手机迷路了，我又迷路了。有人吗？锁门了。哎呀，有人吗？导航跟我走的路不一样，我是按当地那个牌子的指示走的，就是我信牌子没信导航。您已骑行较长时间。刚才看了一下，导航，这么走也行，好像也能走到那个路口上去。我终于到了219上了，前面就是茶瓦龙乡了，哈哈。我到了，这茶瓦龙的路这么烂吗？7.5个小时，八十公里，走了7.5个小时。哎呀，真不错呀，找到一个露营地，挺干净的。然后这边全是旅游的车，大家都在洗车呢。他们都是从丙察察、丙中洛过来的。天呀，我这个车！我的天呀，我这个车，这是出土文物吧？这是，哎呀，这是从哪儿挖出来的呀？再看看我的车里面，我的天呀，飞天，这都是你干的吧？啊，你看看，你看看飞天，哎呀，我的天呀，这全是你干的，哎呀，我的天。行，一会儿我找你算账。